发店今天吃火的一塌糊涂的淘气冰淇淋，点亮红心哦，开吃。花季芝麻的，这小模样，大大好看的，咋吃呢？要先把它拿出来，这个样子的，老金色了，桃子的形状，咋抠出来呢？这抠不出来还是咋的？呀呵，老金色呢？拔出来是这样子的啊。调味了，我觉得呢还差点味，用我的芥末给它加点味道。新开封刀来了，这家伙这味道足以啊，是不是挤多了呀？抠回去一点吧，挤多了芥末。上头了，呀呵，这滋味，冰火两重天。